大我杀天狼，今天是2月27号晚上11点。那这一款是这个Blitz Rise of Heroes，不知道我们念错，这个英文不是很好。那这个也是随便乱下载一个游戏，那但是下载次数有100万哦，所以呢应该算是怎么讲呢，比较偏国外的游戏吧。好，然后呢刚刚玩一下觉得还蛮顺的，所以就是先这样玩玩看。好，然后这是也是有闲置的奖励哦，好，我们来领一下。好，然后这是他的这个钻石，这是英雄的角色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所有的英雄哦，他有分传说、史诗跟稀有这样子。那史诗级的英雄好像他这个是有等级的上限哦，这个样子。那技能的话是3个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新的角色你可以获得100钻石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说的英雄。传说的英雄呢，他的等级就会比较高，然后他会有4个技能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一些技能的说明。好，第一个是这个什么死后治疗师、特修师哦。我看一下哈，输血哈，平凡一击是什么？祝福可以驱散跟不可驱散哈，这个样子。然后有攻击跟防御力，它是有分支援、治疗跟魔法师。好，那我新手我抽到了这只脚下，这只角色叫做梅尔格哦。然后他的这个大招是丢出这个陨石，有点像是萨菲亚哈。然后丢陨石雨这样子，然后什么吸收能量，火焰伤害会降低70%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先来第一次实抽吧哈。我有这个实连抽，他说你想要何种英雄召唤，我选择这一个。好，我们就实连抽，应该可以抽到这个传说级的角色吧。我们就来抽抽看哦。有了吧，有了吧，这个是不是传说的哈？左边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直接全开启了。诶，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子看哦。对啊，这个80级，这个是比较弱的吧？这个也是普通的。锵锵。哦，这个是120级，不过这个是一星的而已。诶，是吗？所以，所以我刚刚召唤的是比较普通的角色吗？这个应该不是吧？这个的星星好像比较亮一点哦。哦，它有4个技能，冰之使者吉文哦，有一点点撞哦。然后我们先顶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英雄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钻石给拿一拿哦。哦，身高195公分哦，这个是冰的。史诗级的角色，它是4颗星哦，上面有4颗星，啊，这里是4颗星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下面那个是1颗星？好，看一下哈，高克，好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先把这个钻石给领一领哦，来自英雄的礼物，啊，我们先领一领，新角色都有100钻，不知道肥料角色有没有。多尔们，矮人，哦，肥料也有哦。约顿，好，这个是罗格卓，罗格卓格，巨魔。好，那有，来看他的技能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哎呦，哦，大绝招冰雾会覆盖全场，暂时冰冻全体敌人，哇，3.5秒，哎，这个我喜欢。然后这个是脚下释放冰柱，会降低敌人的回避率，哈、哦、哇，回避率降低90%，哎，好像也不错哈、哦。然后具有火焰抗性，受到火焰伤害降低80%。它的这个霜冻光环会降低回避率，会提高盟友的命中率哦。可是法师应该是一定会中吧？它是属于战士哦，战士的角色。好，那就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它的这个战斗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成长，这什么东西？与其他英雄结合，哦，这个样子。等一下，哦，变二星了，是不是？噔噔，哇，等级也上升了。有没有什么一键上升？譬如说这一个，哦，你要自己跟自己吃自己哦，都是自己吃自己这样子。好，那来看一下我的这个队伍啊！停停停，开打开打，对，好，没关系。哇，
我打不赢了，打不赢了。哎，哦，他死掉还有一个慢动作。好，勉强获胜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荣耀石碑。哦，这是一些高手的这个进度吧。来，来看一下我的这个阵容哦。战役，我的队伍。哎，我先把一些比较烂的角色放下去吧。这一只应该是比较普通的角色吧，他连星星都没有、哦。看一下哈、哦，22级这一只，他是80级，而且他才只有两个角色，所以我们把它卖掉，好、哦，把这只卖掉。好、哦，出售了哈、哦，这应该是什么徽章、吉眼子之类的吧？啊，卖掉了。英雄出售，自动出售稀有英雄，好，自动出售好了，这样子。这样子吗？啊，全卖掉，全卖掉！啊，垃圾，垃圾！来看我的队伍、哦，把我这只摆上去。哦，先等一下，我先帮他升一下级哦。这一个，他叫做吉文，穿装备，好，好升级也是一样哈、哦，他是需要突破的。好，再升，再升，要51级才会开这个技能。每十级升一次啊，不错哦。然后我刚刚有个二星的，来来来，好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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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战力大大提升了。然后这个是哦，有十次召唤英雄是2500哈、哦。好，先给他抽了，先给他抽了，可不可以抽到一些比较精英的角色？来，第一次钻石十连抽。诶、欸，这看不懂诶、欸，哪一个是比较好？感觉上这个比较好、喔。好，直接全开了。有，哎呦，哇，弓箭手，不是很喜欢弓箭手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是普通的，这个吧，好、哦，这个应该是比较稀有的吧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奖励好，我们再去这个。看一下哪些是新英雄哦，是你，看看哦，剑雨全体敌人，哎呦，这种大概是前期才能用哦。看一下特殊的剑，然后降低能量，哎呦，降低这还好，哎呦，每十秒攻击让人家晕眩，每十秒钟后有点久，攻击力增加，好像普普通通嘛，就是一个纯粹伤害的角色、哦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哦，这个新手有角色就用哈、哦。好，刚刚还有一些新的角色，哦，这个钻石赶快领一领。哦，新角色，他的角色其实没有很多诶，我想说这个百万下载应该是可能也有上线好一阵子的游戏，说不定是几年了，所以我想说会不会英雄很多，诶，结果就上线发现没有很多英雄诶，看一看，对，好、哦，那成长谁可以提升，哦，你是不是这样子啊，强化二星啊，你也可以提升是不是，好，来来来来升，哦，你又可以提升哦，哦，哦，两颗星加自己会变三颗星哦，哦，是这个样子哦。好，那我要卖掉一个人哦，卖掉谁？阿里是虾米郎哦，因为我最多只能上六个嘛，一二三四五六哦，那我必须要把一个放下去，他是谁？他也是弓箭手。好了，那这个有什么？诶，他有这个什么？看一下哈、哦。他有重生的按钮吗？没有，他只有卖掉，他没有重生哦。我要怎么把我的这个技能拉回来？好像没有重生这个东西，应该是会有，每一个游戏都应该会有才对。每周任务哦，每周任务，领一下。哦，画面还蛮精致的，成就系统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史诗碎片，50个碎片可以获得三个史诗级英雄。OK， 都是普通的。哦，他还有金色的哈，金色就是比较高阶的英雄。然后成长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升到二星了。这不知道有没有一键提升哦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
哦，所以这个都是自己吃自己吗？需不需要吃其他肥料？那这样就有点像是那个胜诉换哥的升级方式哦。好，这样子哈，升了一大堆什么一星、二星、三星的，搞不懂。你没有可牺牲的英雄，忘却之谷，英雄出啊，重置啊，这里，那我先重置你好了，呵呵这一个好，要花二十钻石，哦，找到了哈，在这个地方忘却之谷训练营还没有，然后哇，这边有一些三星二星的可以用哈，蛮新蛮新啊，我觉得像这种这个阶级比较高的先生。哈，来，好，先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个，可是你有三星哎，啊，算了，随便，好了，就先这个样子了。来，我现在战力提升不少了，好，开始战斗，沙漠诅咒，哇。开场被秒了啊！这个十级的啊，我没有去编辑队伍啦！求了！等下，超特惠特卖不买？编辑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39级的，你这个十级的哦，好，蛮新，先打，所以是三个前排，三个后排，哇，剑雨了！哦，看来你要升级一下哦，战术优势，希格德，那他的战斗方式也是属于，我觉得比较半即时嘛，不是那种纯回合制的，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会比较流畅一点。然后这个是光环，五个同阵英雄啊，我现在是五个同阵英雄哦。六位同阵英雄，所以我现在启动的是这一个吗？五位同阵英雄，真的哦，你们全部都是同阵营哦。四位同阵营两个，所以我现在启动的是五位同阵营。哎，这么巧啊！好，继续战斗，现在是2-15，所以他一关应该是有20小关吧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招好，这招好哈，大招板要冰起来了。哦，死掉还有一个慢动作。好，开新东西了，宝藏迷宫，哎，我就喜欢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是我们的这个异界迷宫，异界迷宫哈，这个是商人对不对？看一下，继续，就哆瑞咪发嗦啦，好，这样子，哎。哎，怎么怪怪的？哦，是不是要换个位置啊？啊，不行！哎，我的方向是错了，弓箭手应该是在后面吧？哦，冰起来！啊，一样会有 buff 吗？啊，不是，哎，真的会有哎，史诗跟稀有，第一名英雄下达到最大生命值10秒以下获得3秒伤害免疫，好，就这个吧。护身符哦，它这个叫做护身符啦。哦，这是借佣兵营地。好啦，都是一样，还可以拒绝哦。哎，换位置。换一下位置哦。好，开始。所以它是有五个阵营。哦，剑雨哦，真的是方便。来看一下哦，鹰之呼唤。指定阵营什么是指定阵营？啊，影响阵营是守护者英雄哦，连锁事件，敌方英雄死掉，我们会恢复最大生命值，好像也不错哈。OK，继续。所以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个是对这四个阵营都是20%，所以这个是最强的。然后再来是水克木，木克暗克火，火克水，哎，火克水哦，好。冰柱，哦，冰柱这个特效我觉得做得不错。
喂，传说级的，战斗开始，玩家都会，好像都跟补血有关系哦。这什么？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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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应该是要多获得这个东西吧？迷宫币，没错哈，它也叫迷宫币哦。好，我们再继续，陨石要来喽，冰啊！哦，这陨石有点像是萨菲亚的大招。盗贼英雄。如果说 3D 模组跟这个动画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做的比那个《英雄混沌传奇》要来得好。这一款游戏啊，它的那个战斗啊，跟那个动画的那个制作的那个精致度，法师获得时空体力，这应该是雇佣兵，然后这个是战斗，那我们就应该是多一点战斗，多获得一些这个迷宫币哦。随便选一个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迷路的治疗师，真的，最后面一个就是治疗，然后跟复活一个角色哈，都是一样的。头目，所以这应该会有三层哦。好，什么东西呢？如果敌方英雄死亡，然后玩家能力会补满能量，攻击力提高好了。哦，不错哦，大奖。然后呢，第一层就会有两个传送门，对不对？当然是要选择困难的啦。哦，困难的，好，左边是 17K， 右边是 19K。这边有敌人，这边没有敌人。哦，这边也是卖东西，那我应该走左边嘛？我走左边，我才可以打我才可以打敌人啊！好，就这样子。糟糕，我没有捕尸看一下。束腰指定阵营联盟英雄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英雄我是什么阵营的、啊？盗贼，等一下，我是联盟的英雄哦，所以我等一下，所以我这些角色全部都是联盟的吗？真的你也是联盟这么巧，我现在正好全部的角色都是联盟的角色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的 buff 要选择跟联盟有关系的、哦。糟糕糟糕，我有个角色血不够了。啊，我没有捕尸啦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！哦，这个影响阵营不死英雄生物，哇，糟糕！所以我选这个就没有用了。哇，好吧。等一下，先关闭战斗。我来重置一下好了。好，你的血不够了。我选择英雄成长，然后忘却之谷。哦，你这个恶心的，重置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我这边有一个三星的角色，应该是更好用吧？来，说书人啊，你是说书人哦？说书人是什么？啊，不死生物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。你的星级比较高哈，前期大概用谁都可以。他说我背包有金币箱，用了它。好，先不用，先不用。来，我们去这个宝藏迷宫。等一下。他帮我摆上来。好，开始战斗。哇，他的女王好大一只哦！
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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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快挂掉了。影响杀死可以恢复血反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什么可以复活的吗？哎、欸，有复苏灵药哎，是哟是哟。我先补个血，我要用复苏灵药了吗？好了，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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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哇，看来难度难的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困难哦，还是我要选简单的。哦，因为我有复苏灵药，所以说我的能量是满的，不过困难对我来说可能还是难了一点点。灰烬一族英雄我没有，好吧。哦，这个是有 boss 哎、欸，这个是有 boss 哎、欸，哦，150，可是奖励都是一样啊，可能是 boss 的这个奖励会比较好。你看，它有一个 boss 哦，你看 boss 比较大只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死一个人了。有一个传说的灰烬英雄，可是我没有灰烬英雄啊，而且是生命低于直接死亡，它是有限制英雄哦，搞不是很懂哎，灰烬一族。哦，我先来看一下哈，它是不是有灰烬一族啊？这个叫做灰烬一族吗？是不是？这是不死生物，这个叫做不死生物。等，为什么手残会点到衣服脱掉？这是守护者哦，灰烬一族是火焰的啦。哦，每日特惠促销，强大的盟友，哎，我有了耶！哦，运气不错。好，继续。哇，这是 BOSS。打得赢吗？啊，没有血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大不了用两瓶。完成任务二。这个是哦，联盟英雄，哇，攻击力、重击率提高70%。怕，我肯定要借用兵了。啊，管他的，管他的，管他的。好，冰住全场，冰住了，冰住了。好，陨石大球球来了。哇，死去。马上跳氪金礼包哦，真的是很会做生意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又复活啦！到时候我要练一只捕尸哦，为了打这个迷宫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灵感之歌啊，这些我都没有，我都没有这些英雄。赶快借一只英雄哦，10K 葛罗丹阿舍米拉啊，这只我有了哇，选谁啊？选10K 的好了哈，这应该是灰烬一组的吧？来，你站在前面，看起来你好像蛮猛的嘛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开始喽。哦，葛罗丹，灰烬一组的，红红的。哦，葛罗丹还要这样吼一下，哇！不死生物，他的那个护身符比较麻烦哦，他那护身符都会绑那个阵营的。
冰柱，冰柱，开场冰柱，陨石。哦，那个葛罗丹战斗结束就哇吼一下，好，这个我选什么？好了，盗贼26K 啊，这里有 boss 啊，冲啊冲啊，我已经没有复活的了，冰柱，哎呦，我能量开那么快啊，马上就开。哇，狂冰欸，我觉得这只角色还蛮关键的哦，是对方冰我啦。是什么阵营啊？如果敌方英雄死亡，啊，这个，好，帮我复活一只角色。好了，拜托，我没有药水了，一次解决吧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！哇，剩一只 boss， 碎！哦，好危险！好了，过关了。这是随便选了。哎，还有？不会吧？啊，真的还有？完了，这个还有迷宫四哦。我已经没力了，打不赢了。好，他一共有几层啊？看一下，参照每两天重置一次，选一个历史的。哇，这个看来我需要一个补师哦。有没有补师啊？哎呦，我要先认识一下英雄哦，不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不知道补师是谁。来，谁是补师？死后治疗师，这一个，好。这个会治疗，哦，这是葛罗丹，好，这是攻击型的角色，这个也应该是攻击型的角色，灰烬先知，这个死亡前哦，他是死亡前，等，他是说当有生命降到这个地方，他会提升战斗力，这个不是，然后万石之灵，你会补血吗？补师是哪一只啊？这是鸟鸟，昏迷耶，这是尖叫一声，哎呦，这个也算是控场型的角色哎，阿舍米拉，漩涡，哎呦，这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老鹰哦，把人家卷到中间，这个也是伤害型的角色，这一看就是攻击型的角色吧，好，然后这个是星之火哦 ，OK， 有点像是那个萨特纳，哎呦，这一个是尼斯。这个也是攻击型的角色哦，这只我有了。然后艾格罗，哦，吸别人生命值转给其他盟友，这个算是补师哦。然后变成灵魂能量，哦，这个每15秒会恢复最低生命值，哎呦，这个不错，这是补师，这应该是补师的吧？哦，奥登哎，好，所以，这个是补师，看来新手要练一只奥登咯，哎呦。恐怖女王看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，触手会恢复生命值，好，火焰投掷者伊斯特拉，哦，好像也是蛮强的，奥赛克，哦，叛逆的梅亚，这个蝴蝶，这个也是补血的角色，大招会释放一片区域，慢慢的补血，这个是木树人。全体造成伤害，等等，这边，当友军死亡的时候啊，友军死亡他才会补血。哦，女祭司这应该是补血的吧？哦，对，哦，这是补血的。太阳之手，这长得有点可怕。索莱，召唤一圈阳光，哦，这有点像是光盾的角色，哦。哎呀，这已经到这个肥料的角色了。好了，大概有些认识了齁。无敌小队，哎呀，看来是要氪金了。没有，还没有要氪金齁。先玩一下下，感觉一下游戏再说。我们再继续看一下齁。记忆神殿，很快。3-6，3-1，还没。那我们就先继续走吧。
好，队伍调一下，我刚看到上错的，哎，这个样子，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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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先推到三之一再说，看一下竞技场如何。我这个伺服器是新伺服器还是老伺服器？会不会输前面输非常多啊？目前玩起来感觉上是还蛮顺的啦。陨石来喽！哦，剑雨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！好，二之二十，最后一关了。好，有没有 boss 比较大只？这一只好像是会补血的啊，我欠一只补血的角色。啊，慢动作。哎，完成章节了，太好了。哎，竞技场开放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免费战斗哈，免费战斗才一场哦。嗯，好。这应该是 NPC 吧？有没有跳过战斗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放弃哦。哦，这么多、哦，那我自己的实力是什么？防守队伍，摆一下，摆一下。我的实力是 27K 哈、哦，第一名的实力是244K， 天啊！VIP 十哦，哦，感觉前一百名，哇，感觉这个伺服器也有一阵子了，244，这怎么打？27K 哦，好，这我应该是打得赢。哇！好，这可以换伺服器吗？我们看一下哈，设定伺服器，很快，呵呵，这样感觉上这个游戏好像又还蛮新的哈。好了，没关系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英雄传授门这是三个四个，任务的话，我过主，我看一下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每日任务解完了，每天都会送你一抽哈，都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成就。二之二十过关了，送我什么东西？哦，也是一样，就是送一些抽的。有十张了吗？还没有十张哦。我们人好、哦，等到十张再抽。这些是升级的东西，有没有装备可以穿？哎，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要继续升级吗？升你。OK， 升了。好、哦，金币不够，金币不够，要用吗？这个。可是现在用比较不划算啊，这个你的进度比较前面再用会比较好一点吧。这是每日特惠啊，促销一大堆齁。礼包一直弹一直弹齁，礼包一直弹不用钱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打。三之一转介，转介是什么东西啊？分享给其他玩家，欸，这个没关系，等确定好玩再分享啊。每日奖励齁，这个样子。这是签到30天送你奖励吗？哦，这超级奖励不知道什么东西哦。看一下，每玩15天就能获得特别的礼物哈、哦。这叫做 Blitz Rise of Heroes。好，继续。冲啊，三之一。好，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这个我应该会继续玩一下子齁，那看看说到时候这个他的这个福利怎么样，然后一开始抽卡的这个运气如何齁，可不可以凑出一对，然后再把第一只捕尸打出来，因为感觉上他那个迷宫的奖励还算是不错齁，只是说这个如果说你一次要推那么多层的话，你的续航力要很好，但是我现在新手我没有那个捕尸，所以说我已经把两个那个什么复活的那个灵药给用完了。
那当然是没有要氪金买那个东西啊，反正先这个简单玩一下。哎，他这个手厨有送什么英雄啊？好像没有看到手厨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销售、通行、银行，好像没有手厨的哈，有月卡。150月卡还有分三种，150、300跟590 VIP， 它的 VIP 并没有说什么你可以快速跳过什么东西，都是这些加一加一加一的齁，所以不知道说有没有类似扫荡的功能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工会的话现在好像也还没有工会，要到3至16齁，所以我还要再玩一阵子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